快捷汉语一加一。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三课，公司。词汇。公司。前台。办公室。会议室。图书室。图书馆。洗手间。宿舍。餐厅。小卖部。医院。花园。句型。这是办公室吗？是，这是办公室。那是餐厅吗？不是，那不是餐厅。公司有图书室吗？有，公司有图书室。宿舍有白板吗？没有，宿舍没有白板。词汇。地方。这儿，那儿。句型。这儿是办公室吗？是，这儿是办公室。那儿是图书室吗？不是，那儿不是图书室。这儿有桌子吗？有，这儿有桌子。这儿是什么地方？这儿是前台。词汇。方位。上边。下边，左边，右边，里边，外边，前边，后边，两边，旁边，中间，对面，周围，附近。句型。办公室旁边是宿舍吗？是，办公室旁边是宿舍。宿舍前边有小卖部吗？没有，宿舍前边没有小卖部。公司附近有餐厅吗？没有，公司附近没有餐厅。词汇。在。句型。餐厅在宿舍旁边吗？在，餐厅在宿舍旁边。宿舍在图书馆附近吗？不在，
宿舍不在图书馆附近。词汇：哪儿？句型：你的书在哪儿？我的书在书包里。哪儿是会议室？这儿是会议室。什么地方有小卖部？宿舍旁边有小卖部。词汇：方向，东边，南边，西边，北边，东南，东北，西南，西北。句型：图书馆西边是什么地方？图书馆西边是小卖部。小卖部在宿舍东南边吗？小卖部在宿舍东南边。办公室在公司东北边吗？不在，办公室不在公司东北边。词汇：量词，个，一个人，两个教室，三个书包，只，一只手，两只眼睛，三只脚，张，一张嘴，两张桌子，三张报纸。支，一支铅笔，两支钢笔，三支圆珠笔。块，一块黑板，两块手表。条，一条腿，两条胳膊。本，一本书，两本词典。句型：桌子上有什么？桌子上有两本书。桌子下边有什么？桌子下边有一个书包。词汇：几，句型，这儿有几支钢笔？这儿有两支钢笔。
那儿有几个员工？那儿有七个员工。词汇：多少？句型：你有多少汉语书？我有五本汉语书。办公室里有多少张桌子？办公室里有50张桌子。词汇：大概、差不多。句型：公司里有几个会议室？公司里大概有3个会议室。会议室里有多少个员工？会议室里差不多有20个员工。词汇：上课、下课、上班、下班、李总、问、答、回答、说、听、写、读。绘画练习。上课了，你们好。老师好。下课了，再见。谢谢老师，再见。李总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下班了，再见。再见。你问，他回答。他问，你回答。你说，他听。我写，你读。